阿姨，你们这边捡的垃圾大部分都是哪一类的垃圾啊？都捡泡尼龙啊，泡尼龙的瓶子啊，都正常我们社区要来捡，就是大家一起来。宝丽龙类的比较多。哦，多，还有些塑胶袋的也很多。这种瓶瓶罐罐，这不是医疗的，对，医疗的东西，这个也不好啊。这个那个塞子是橡胶的，有没有？我好几个。我每次看到这个，我都会把它剪掉。这个的字啊，宝丽龙粒就是它的使用者，很可疑。我看一定全部都是。啊。那个杯子啊，都是到处都是，全部都是。这些都会被鸟给吃了。对啊对啊，你看肚子剖起来的全部都是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净空一下。即使小小粒，它都大陆游过来的，飘过来的都。你不要说大陆，我们平常也很多人都没有在做环保。哦，我是妈妈啊，我是他女儿，是，你好，我从基隆回来陪他，幸会，一起那个，大家都是有缘的，我是陪我妈妈做志工嘛，因为我还没有，我是中老年的，我也退休了，我小孩都很大，我的研究所毕业了。你头前家你啊，你用个脚蹬家你啊，要不要？好啦。